你没有办法。其实你有心想過。那如果比如说他赚3万块，然后他觉得2万块要给你，你 OK 吗？那如果他是附加工资、附加值，那个一定 OK 的啦。我是七年级生，七年级生 OK 的，够吧期望 OK。那如果他长很丑？很丑 OK， 很丑他 OK 就是。我灯关掉就好了。我也知道，真的会这样觉得。其他我不想讲，不想多谈。我觉得 Kitty 的眼光很好，不知道。还有你刚说什么要出去什么签个什么，不用，放在家里就可以了。对，真的。还有都放在家里就好。Kitty 的眼光让我觉得跌破眼镜。为什么 ？Kitty 每次带的人都不太一样。你好多元化，没有啊，他的那个长相都是同一种口味。我这边帮你验收一下喽，就是丑吗？没有，没有这样说。他这两年有变一下，有稍微好一点吗？那你要帮你说吗？口味多元，你可以说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说。就是丑 OK 的。你看陈轩还在吃，还在吃，要我切。你要当发言人，哎，我刚憋好久了，憋了5年了吧？你想说什么要说什么。反正你就不要憋了，你在里面那么憋。自己人嘛，没差。我是不知道七年级有没有吃过。七年级没有啊，就有啊，最小没有啊，够苹果，够苹果。你要把我们打掉社员起来，然后我去搜寻一下 YouTube。不要啊！你要拿那个 Emily 的包包啊！这可不可爱？如果你觉得可爱的话，请与以下的分机联络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人家长荣的那个 Kitty 机也收起来。喂，玉瑶，不是啊，你待会这边去好不好？叫玉瑶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为什么他是你老婆？玉瑶，解释不清，为什么？不是说的，我讲是云陈云老婆，是云伟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是云伟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我们就在吃饭，然后讲到那个李云伟，然后学校就说，对，他是你前世夫妻啊。不会啊，但他们情何以堪，他们笑什么？什么叫情何以堪？接哪一句啊？怎样啊？接哪一句啊？要不要姐姐教你啊？这两个人给笑死了。他们笑的情何以堪？你讲出来，我真的情何以堪。他才情何以堪吧？云伟尤物伟，难怪你坐下那么忙啊。拍一下这一天的肚子，不要让他丢人现眼好不好？拍一下 Emily 的胸部。回去说，这个时候脸要麻烦，干嘛呢？ Emily 生病了，不要去弄他好不好？ Emily， 我拿那个淋雨的。我觉得最轻而易举还是淋雨。没来还要遭受这种打击。都没来了，你们到底要怎样？对呀，都没来也。淋雨不是特别强年假。好像是11月17号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可以关起来了啦。芝麻。